两百零八公分，重两百一十点六公斤，众人欢呼声中准备竞标拍卖。两千一，被签了，被签了！一开始竞标激烈，喊到一公斤10,100块钱时，一万一百，一下，熊哥，我的兵哦，一万一百，冷下。 主持人跟县长猛 Q 在地海鲜餐厅老板，笑翻台下观众。最后还是以10,100块钱价格拍出，总价约212万块钱。相较于去年193公斤、193万元价格，今年去年差不多。它的位置是在定制网里面，是。 黑尾鱼自己游进去的。今年屏东第一位，4月5号下午4点多，由琉球籍诚信船长在西南方海域捕获，是只母黑尾，也创下史上第3早记录。而得标的海鲜餐厅老板，第11次标下第一位，替东港黑尾打响名号，也替自家餐厅冲高人气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